大家好，我是萱萱。你今天喝一杯了吗？今天跟大家讲一个，我谢谢你喜欢我，但是你吓到我了，这位粉丝。Hello。好，就是因为我个人很爱吃素食跟炸鸡，炸就是有一种 party 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家附近有一个素食店，然后前面就是一个女生店员啊，然后前面排队这样子。我觉得服务业真的很辛苦，他们就会说几号餐，薯条，饮料呢？好，谢谢，下一位。然后到我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先生你好，请问吃什么？”然后一抬头看到我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是萱萱。”哇哦，0.02微秒奈米秒数变声音。我就说：“嗨，你好啊，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”萱萱，我很喜欢你。然后我就说：“我要吃汉堡中的薯条，然后我要配可乐酱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好，这样那你要加价吗？我有那个鸡块啊什么的。”他是没有这样子，哈哈太夸张了，就是变声音这样子。然后说，嗯，我不用加价换那个，可是我想要单点一块辣味的炸鸡这样。辣味的吗？嗯，辣味的，辣味的。我帮你问一下哦。辣味炸鸡还有吗？辣味炸鸡。哇哦，变声音噜，原味可以吗？啊，这样子 ，OK。可以吗？我们收到了，对不起，萱萱。差不多这样子啦，然后我说哦，原味可以啊，原味可以。他说好，原味可以，可以。然后这时候厨房就会喊说，五分钟可以等吗？好，五分钟。萱萱要等五分钟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不能等。然后我就说哦，五分钟可以啊，五分钟 OK。哎呦，我快吓死了，这样子是男生，这样子是女生吧？然后后来就点完餐之后，我要拿餐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番茄酱姜糖。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，我要再加4包番茄酱跟1包糖。几包？我说4包番茄酱，1包糖。他说，然后就番茄酱，要放进去，然后加糖包。我说啊，胡椒粉，我还要胡椒粉。他说好，胡椒粉。然后找，他找不到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，哎，胡椒粉放哪里啊？哦，好好好，胡椒粉，谢谢。我说哦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你。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背脊已经发凉到快要死下去了，哇，好可怕。我说哦，谢谢谢谢，他就这样子。继续，拜拜。啊，小姐，请问吃什么？几号餐？哇，也是一个大变身吧。然后今天影片的粉丝，我想跟你讲说，其实每一次去买东西的时候，我都很希望是你，因为你真的很贴心，很棒。就是你真的是吃到太快喽。所以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然后也希望说，我室友看到我的时候，不要害羞，不要害怕，直接来跟我打招呼。我是很亲民的，我们就玩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干杯 ，See you, love you guys。